北管老师傅每礼拜教导之下，指挥官北管团表现是愈来愈精彩。老街音乐声到处欢乐的气氛，过去常常在庙会或者是年节活动顶头看到，在上发展的时期，甚至有拼场的情形。邀请咱来下家路这个所在拼场，听讲拼五十几工的款，还是几工？拼足侪工啊！到尾啊，到艺术家日本政府出面讲，恁莫阁拼落啊！不过欧巴馆并不中意，有团员表示，一开始耳实在是动袂调，等于厝根本无得困，而且爱记点物件真多，练习真正爱较耐力。我们做那个椅条、长板凳，然后要手要拉着，然后坐直，从丹田一直像在烤鸡啊叫，这样子一直慢慢学唱，一步一步进来。啊，即目前算讲就是有加上牌子贴啦吼，啊，着风日上啦、吹场啦，啊，着办身啦吼。五十个来啊，你啊有十个都真好。是卖学吗？这样不要简单，真卖啦，想卖就吹。十多年来，这群团员会使不断来练习，有发展北管的技术来努力，嘛是着将来肯定。唱腔方面，我所听到的，它的流水调的那个唱法，以及叮咚般的这种唱法，扮演老生的那个腔调是都相当的不错的。来只指导以外，阿妈伊讲希望将咱北管乐团呢啊提拔为县级的保存的传统啊技艺文化。草屯地公所表示，因的努力来做协助，和这群介意北管的团员有更多表现的机会，并且继续传承来保存这传统文化。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